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着我陪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能和陪你走完余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下雪了吧。山上的雪先生们，第十四届中国会议产业大会的嘉宾朋友们，晚上好。我是二白。哇，这个刘平大姐真是给我一个惊喜啊，也是非常的惊讶啊。那个非常非常感谢刘平大姐作为一个会展业的老兵出席，带来这么一个开场演出。大家说精彩不精彩？美的享受之余呢，我个人其实更让我钦佩的是刘平大姐对于会讲业的那份热情和执着，同时对于会讲服务的品质和价值的追求，正如同本届大会一样，服务创造价值。